哇，大家好，这个天气有点冷了，大家看到没有，树面也后面已经很多的树叶啊已经开始落下来了。今天继续点点今天事啊。点什么呢？想起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啊，我就跟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导播的小姐说，我说决定了跟你们把薪水降低一点。她说啊，犯了什么错误啊？因为我知道他们匆匆忙忙要整到去下班，所以我的昨天的机器啊就没有这个运转完，很多人事还没做完，那就只好把一些国家领导人、党的领导人先给任命了一下，一大群名字啊等在后面任命了。其实我是开玩笑了，因为我觉得辛苦了一天了啊，尤其是九大以来我们做了很多节目，大家都比较辛苦，又加上这个人事增加了很多人事，大家都显得比较忙乱。那么我为什么觉得他们降薪呢？我就说主要是因为这几个小姑娘啊，她们经常到餐馆吃饭，不像我到餐馆吃饭，是因为我也请朋友吃饭，朋友也请我吃饭，所以差不多了，就还是朋友请我吃饭比较多吧，因为朋友觉得我比较可怜啊，对吧，做媒体这么多什么钱啊，那么辛苦而且我很多朋友他们比我有成就啊，那么但是这些小姑娘们都是自己吃饭，所以我觉得呢，觉得要降他们薪水，我说你们把钱都吃到这个餐馆去了，开玩笑啊。不过呢，有一个事情是真的，昨天因为匆匆忙忙下班了啊，我着急也觉得让他们早点走啊，那么机器到了后来的时候就运转失灵，我到了后来啊，我大概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左右。我在台灯里面就写了，我说很抱歉了，提着油权的这个职务可能写错了，可能讲错了，因为一个呢就是我讲油权政治委员担任什么什么职务啊，实际上油权同志是书记处书记，我们都知道这个，而且另外一个呢，我说他担任这个职务是国务秘书长。其实我还要不讲另外一种可能性啊，今天呢我要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油权呢，他首先不是政治局委员啊，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有类似于呢，这个刚刚被这个十九大什么都没拉到啊，这个杨金啊，杨金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国务秘书长。那么呢，这个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油权呢，有可能担任国务秘书长。但是呢，即使呢，只是一等可能性，我另外的可能性就忘了讲了，急着下班。其实另外的可能性呢，油权呢去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为什么要他去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呢？是有一些原因的。一个呢，油权呢他在国务院系统工作时间太长，就是具有某一等老国务院的这么一等名称啊，就是觉得。习近平嘛不太这样用人啊，希望呢给你一些新的工作岗位啊，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好像是国民经济什么专业毕业的吧啊，那么他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呢协助过这个温家宝副总理啊，当时温家宝副总理的时候呢协助他工作作为副秘书长，后来又协助黄菊啊，黄菊是不是啊，这个后来敲掉了嘛，对吧，那么呢他后来就去了这个中国电力公司，那电力公司我们都知道，那个公司的这个总经理这个高银同志啊跑掉了，对吧，那么他就当这个总经理，后来一步一步这个提升，又回到国务院，再当呢常务副秘书长，协助了李克强同志，那么到了后来调到了这个福建省，在福建当开始好像是省长啊，还是好像就是省委书记吧，接的是这个孙春兰，孙春兰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那么他在那个期间呢，他的副手出了事就是大家都知道苏树林出事了，就是因为他是石油系统的倒霉，对吧，他的老板周永康出事了，就跟着一起出事了，那么后来就由俞明国来担任这个福建省省长俞明国是这个有意思，他也是他的校友，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那么他是当过这个王震丁文根的秘书，那么之前在中共中央文学研究室工作，在1995年的时候到了福建，到了厦门呐、到了其他什么什么地方慢慢升上来现在是福建省省长，那么这一次的任命中间呢，他成为了什么接替油权的
啊，这个福建省委书记的这个职务。那么尤其是调到北京了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成为了这个副国家领导人。那么他又为什么要去这个统战部工作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啊，他要负责这个港澳工作。他在福建省委书记期间啊，去访问过这个啊，这个香港，而且呢，这个在香港人里面啊，香港的社团领袖里面啊，福建帮啊占了很大的这个因素。现在的这个全世界各地的这个侨领呢，新崛起的一个侨领就是福建侨团，非常厉害。一个福建侨团，一个温州侨团啊，温州相比来讲还没有福州人那么多，所以统战工作啊是全世界统战嘛，其中一个。其中一个任务呢，就统战这个海外华侨。海外华侨就是，啊，就是这个啊，福建人。所以这个游权呢，他去统战部啊，就意味着啊，统战部的功能呢，他的职权啊，要有所加强。原因很简单，这个孙春兰当这个部长啊，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从福建到天津，啊，市委书记，后来调到统战部啊，当时临时接替这个令完成了啊，令计划不是令完成，令完成大哥啊，令计划，那么呢，这个他实在是就是说不能说他无德，但是至少说是无能啊，家族也涉及到一些问题，但是呢，因为其他几位女同志啊这个政治局开会也没有通过同意啊，所以呢，就是孙春兰还是继续作为一个女性代表啊留在政治局里面，但是他担任什么职务啊？确实有所头痛。有人说啊，现在说的比较多的是接替这个刘英东啊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哎呀，这个中国的教育啊系统啊技术就被糟蹋几年啊。但是最新的消息是说啊，他有可能接这个啊全国政协这个啊第一副主席啊，就是常务副主席。这样的话呢，就是政治局就啊这个全国政协就一个政治局常委，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书记处书记。假如是这样能组合的话呢，啊，政协的职能呢，啊，确实是有所这个调整，啊，那么这个游权有可能就是负责这个港澳工作的这个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啊，有可能比过去的更多的介入了这个港澳统战工作，因为这几年啊，港澳台啊这个统战工作实在是做得一塌糊涂，一方面呢是统战部呢不作为，因为别人都想去统战部，就都想去捞一个政协委员，所以统战部自己本身呢不作为。第二个是统战部呢，就是敌我划分，其实统战的都是比他们还左的人，比他们还蠢的人，比他们还傻的人，真正有才干跟他们有思想上观念上不同的人呢，啊，都是把他们变成敌的势力的打击。所以怎么这个进一步这个改善中国的统战工作啊，可能也是19大以后的一个重心啊。我最近今天好像听民进之声广播转播了一个这个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啊，讲这个统战部的一些这个内部的一些职能变化啊，民进之声广播的这个内容。那么游权和孙春兰，如果这两位同志都在这个政协里面担任职务，因为尤其这样的话他也要担任政协副主席啊，第二副主席吧，对吧那么呢，这个由于他比较强有力的一个人物，那么跟之前的这个令计划等于是他没办法工作了嘛，因为他一直命令都被调查那么孙春兰没有能力，所以统战工作基本上就被动停止下来了。那么这一次游群如果是他是担任统战部部长的话呢，那么他这个统战部功能呢就会强化起来。那孙春兰就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教育系统的人家就松了一口气，哎呀估计这几年被刘英东给瞎折腾了，搞了一下，其实刘英东没打瞎折腾了，他就是能力不行那么再来一个能力更差的孙春兰就倒霉了我不知道这个机器人呢算的对不对，是不是孙春兰真的不去政协当第一副主席，还是去这个国务院不管怎么样，我们机器人先跟他们算两个职务，一个职务是孙春兰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个职务的可能性呢就是这个国务院副总理那么基本上是这样。那游群同志的第一个职位呢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中央统战部部长，当然也有可能呢担任国务院秘书长，这种可能性只是小一点如果他小一点的话呢，肖捷有可能呢听说是这个国务院的秘书长人选之一估计天也许党就宣布了但是有的
有的职务因为涉及的是政府系统啊，未必那么快宣布。不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啊，应该会很快宣布。啊，谢谢大家。